十分访谈，因为一个事件使得我们今天要谈一谈野生动物摄影。这事件就是最近呢，有摄影师为了要捕捉灰头鱼雕猎食的一个动态画面，竟然是将泡沫的塑料碎片呢塞进了一条活鱼饵的嘴里，是企图呢叫这个鱼哦浮到水面上来引诱灰头鱼雕飞下来捕捉。当然，这整个过程呢被人拍下了，上传到了网上，也引起网民的广泛讨论。其实我们知道说拍摄这个大自然界野生动物是需要很多的时间跟耐心的，但是如果说摄影师哦就是为了要拍摄到画面而不惜伤害动物的话，这会不会就失去了摄影原本的意义呢？没错，那怎么样才能够捕捉到完美的画面呢？而且在进行摄影活动当中，究竟应该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我们今天有两位嘉宾来到节目现场，首先我们欢迎的是职业野生动物与宠物摄影师陈顺林，欢迎。欢迎。以及自然摄影协会的会长冯志伟，欢迎两位。首先请教一下顺林哈，这个摄影很多人都喜欢，为什么还有很多人都会投入于拍摄野生动物？它最大的乐趣在哪里？我觉得野生动物摄影是很有趣，多数就是把野生动物摄影当成爱好，就是因为要拍捕捉还有欣赏大自然的美妙。那志伟当然也一样哈，拍摄自然恐怕也是，其实我觉得跟拍野生动物一样，拍摄大自然它恐怕要根据季节气候，这是很考耐心的东西哈。外行人听着觉得应该很辛苦。对，是一件在摄影中是最困难的一个课题，一个自然摄影是最困难的。是，可是你觉得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呢？最吸引的就是拍自然，通常我们是很难预测它到底那个野生动物会在哪一时候出现，所以这个难以预测是一种刺激，一个挑战的。但听起来这个日晒雨淋是少不了。对，我看说在本地的这个大自然摄影呢，常常是以鸟类为主哦。对。那么根据国家公园局网站的资料呢，其实光是在本地飞禽的出没的飞禽种类就多达376种。是的。那么当然呢，其中是三分之一呢是土生土长的鸟类啊，有些是比较常见的。就比如刚刚过去的周末啊，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只鸟，它叫黄腰太阳鸟，就是新加坡自然协会观鸟小组啊宣布啊，在2002年的公众投选当中宣布把这个鸟誉为这个新加坡国鸟啊。虽然这还没有经过正式的确认，但是可能也很快了。希望有关当局可以把它定为国鸟，因为它一定是这个属于常见的鸟类，对吧？其实，在新加坡倒也有一些是濒临绝种的，你知道。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灰头鱼雕，土生土长，但是在新加坡只剩下可能12到18只。是的。我们现在在画面上来看一看，这就是我们的嘉宾陈顺林所拍摄到的这张照片。对，12到18只啊，是非常少见。那顺林拍到它一定非常不容易啊。其实我拍摄这个灰头鱼雕的时候是几年前在新加坡植物园，我就在那里散步，然后就。它就出现在我面前，就是一个惊喜，因为当时几个月前我去婆罗洲，就是也是拍这个灰头鱼雕，不过好几天都拍不到一个好的镜头，就是回到新加坡，忽然间就在我面前，我觉得很有趣。所以这是志伟讲的，有时候有一种缘分的吸引人。那这是愿意上镜的一头这个灰头鱼雕，当然还有很多不愿意上镜。所以最近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事件，就是有一些这个也是爱好者。他们把塑料放在鱼饵里边，那这样的鱼饵活的它会浮起来，那吸引鱼雕来吃。那关于这个事件，这个两位不知道有什么看法啊？顺林，我听到的时候很惊讶，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那个鱼雕到底有没有不小心把那个塑料给吃了下去而造成什么伤害，然后第二个呢想法就是这根本不是野生动物摄影，我觉得这是就是边缘虐待动物。我那么请教一下，这个在这些大自然摄影爱好者当中，是不是常常会有人使用这种方式来捕捉到画面？我是听说过有这个有些人是用这种手法来捕捉那个镜头，不过我觉得大多数在新加坡的那个野生动物摄影爱好者都是很有道德的，所以他们都是因为有这个兴趣这个爱好要捕捉这个美丽的景观。志伟，在你听说的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来拍摄照片的抄近路啊？通常我们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观察了解野生动物的生态，知道它们几时会在哪一个地方
捕食之类的，所以这个不可以决定不可以走捷径来用这样的手段。但是在不伤害动物的情况底下放一些诱饵可以吗？例如说放一些饲料。这个有两种想法，有一种是认为说野生的动物应该让它在野外里面捕捉食物，这样他们才吃的食物都是大自然的，他们对他们身体会比较健康一点。但是我相信有另外一种，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在日本，那里当地的人他们有就是喂那个丹顶鹤，就是他们也是很濒临绝种的动物。之前百年前只剩下十只在北海道，然后近几年就是因为当地人就是喂养这些丹顶鹤，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因为很难找食物，所以渐渐的现在就有1000多只丹顶鹤在。这是童话般的画面。谢谢。所以这些就是这些是都是顺林拍摄到的哈。对。当然你还有一张照片，我们看到有一张叫翠鸟哈，那个翠鸟是掠水而过，就跟这个丹顶鹤一样，都是那个瞬间哈。那个是不是真的是就等待，就是很耐心的等，就是这样。太了不起了，这张。这个等很久吗？这是在婆罗洲拍的，就是我在河上，从早上凌晨6点，就是一直在外面，就是要捕捉一些美丽的景观。不过那一天真的是特别热，所以根本没有动物出来。就是到了差不多中午，我差不多要回去的时候，就是发现这只它就是因为太热，所以就是一直回到那个河里冲凉。太热了。是。我确认它是一只，对，但是连续的画面，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弧线。对，这是在 Photoshop 把它们放在一起的。讲到 Photoshop， 不是说这种野外拍摄照片是不可以经过加工的，是吧？它的标准在哪里？就是我在很多那些就是摄影的比赛有当过评判，当然就是我们不允许有用 Photoshop 来做一些更改。不过这个照片就是我个人兴趣向展现那只鸟的那个飞行的过程，所以就把它放在一起，所以可以给人家多点人欣赏它的美妙。我知道在拍摄方面，其实冯先生也安排也特别组织很多的活动，带一些业余的爱好者到户外拍摄，通常会给予大家有哪些行为准则必须要注意的？我们通常会叫我们的会员都要小心，不要让周围的环境，不要破坏周围的环境。还有要注意到我们拍摄的野生动物的 subject 的动物，如果它有压力，或者是它你觉得你太靠近它的行为不太正常的话，你都应该离开有一段的距离。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翼翼的在野外里面找这些动物拍照的话呢，都要注意到，都要照顾到他们的那个 interest 在哪里，对，他们的兴趣在哪里。这个摄影师自己本身的安全也要特别注意吧？对对，因为在野外很多树木会倒下，或者是有会昆虫啊，所以这点都要防范，要注意。其实我觉得这可能现在人的这个生活条件比较好了啊，现在就是从事摄影这个工作本身，或者维持这个爱好不太难，对吗？但是要做拍得好肯定很难。如果有人愿意投入这行，你会有什么忠告？我觉得就是尽量不要太过追捕那个照片，让那个大自然展现他的那些surprises， 就是给你，就是你是一个旁观者去拍摄。所以不要特别纠结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对对，不是不会这样子发生的，就是比较 zen 的，比较对，要放手一点。志伟，近几年会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自然摄影有兴趣？特别的多，很多，特别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那个网站，还有很多的免书之类的，大家都可以拍到漂亮的照片，给他们的朋友分享，所以这样的话就招到很多招引很多。其实对自然不是很感兴趣的摄影师投入这自然摄影，这造成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其实对大自然没有特别的爱好，
他们只是为了捕捉好的画面而用他们自己觉得最好的方法这样子做。今天可能大家学习到非常重要一点是真的要尊重大自然，对，如果你真的只是为了画面而反而伤害到破坏到大自然的规律的话，这就失去它原有的意义了。就像顺利的一句话，我们是记录者，自然的记录者。好，谢谢两位。谢谢观众朋友，如果你想针对今天的话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欢迎到师称有约面部网页留言。待会儿呢会带给您下一段内容，不要走开，稍后见。稍后见。